的。现在来卖烤地瓜，这得来找一点占地方，要不然哈，根本啊。大爷，你介绍孩子卖什么的？我不讲，我卖点刷。哦，行，你还带花生来吧，大爷。我是人家经理，我来办。那这样还等个也没事，也能办吧哈。哎，一天一天能办十来斤花生米了。嗯，那行哦。这两天头发长长了，我就去把它给剪了。大家感觉这发型怎么样？哎，感觉又变回我小时候的样子了。我十来岁时候上小学时候上初中时候都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们镇上的小学校，小学校这边，然后都从菜市场了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卖靴子的，卖套袖，卖菜的。啊，哎呀，这萝卜什么都是你自己种的啊？啊，长得真好。哎，一看你就是勤快的。大爷，你感觉我这地方好不好？还行呀。还行啊。嗯。钱吧哈，这黄海也行，对，黄海也可以。吃得舍得吃的哈，人不说嘛，人生在世就吃喝二字，嗯、是不是哈？嗯。又想欧天，又算欧天，啊，又想欧天。地瓜，地瓜还没卖，还没挣钱得先挤肚子吧。今天该巧了，然后来卖地瓜，正好遇上俺同学他的老妈，然后送一个地瓜给他吃。快点，快点，谢谢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不客气，你快点。地瓜啊，烤地瓜啊！对。又香又甜，烤地瓜啊！大饼，馒头。哎呀，别说了嘛！这咱俩快吃饱去。这马上就要年了。俺家也有大锅、啊，大爷，俺天天烧大锅，烧大锅，搁里炖炖骨的炖肉可好吃了，五块钱两把哈，来，搁里哈，随便拿哈，哎，你看来好吧，行，这你叔一喝加半分钟，哎，你叔他了，哎，啊，今天卖不少，卖十几把了哈，卖，还行，卖了三十块钱。三十块钱，行，你慢点走，大爷哈，明天再来哈。这边人少，前面人多，上前去去。烤地瓜啊，烤地瓜啊，又香又甜的烤地瓜啊，烤地瓜啊。你好，你认识我啊？啊？给你吃个烤地瓜哈，行不行？你是不是从手机上看到我的？嗯，是的。胖哥一直在关注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天天有看胖哥吗？看了。这烤地瓜送给你吃哈。谢谢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慢点哈。那两个两个。你老是看。一大一小哈。行行行。行哈。就两个了是吧？行，嗯。不值钱呢。你在哪里拿来的？啊？我不谢你，让谢你哦，这是自家种的，自家的呢。哦，哎，然后遇到一个粉丝朋友，他送了我一包菜，自家种的菜，还送一包小菜给我吃，真好。哎，干什么都不容易啊。这一篓地瓜的话，然后还剩一少半，卖了一多半。你要说不种吧，他也挣了点钱；你要说种吧，他也挣不了多少。我看了刚才有的大爷大娘他们卖菜哈，有的一把也没卖出去，有的卖了十块二十块钱，二三十块钱。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感觉生意也不太好做，但是总比不干强，我感觉。怎么说呢？干的就比不干强。生活嘛，还是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努力，也需要加油。明天继续。